小鬼，你老板呢？哪位啊？诊人专家胡真。嗯。嗯。哼。下次机灵点，你妈给。谢谢你啊，拉我上来啊！哎呦，怎么那么不小心呢、啊？谢谢谢谢，小心点啊！谢谢。哎呀、哎哎，你整我！哎呀，你把我的手拉断了，你好狠的心啊！哎呀，惨了！哎呦，你个王八蛋！嗯，嗯。啊！他死，你死，中毒死，未死。你是谁啊？你别过来，要不然我扁你啊！早安，我就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胡真。哦，原来就是你啊！哎哎哎哎，你可把我给整惨了。是你惭愧，不然怎么叫整人专家呢？我们的谈话从现在开始计时，由八块跳表。才八块呀、啊，嘿，小意思啊，就是跟你谈了天了我也谈。朋友，我说的八块是八万。八万，你不如去抢。错，是比抢更好。那不要浪费时间，事情是。给你打压总价和七十万，就算七千万开成比。了不了解？了解。你想离婚又不想分财产给你老婆，要我整他，让他得神经病，没问题。啊，真的这么厉害？真的这么厉害？啊。这个计划我想收你30万，保证你老婆神经病。什么？30万？我的预算只有3万到5万而已。不要激动，先喝杯茶吧。啊，谢谢啊。哎哎哎，我喝你这杯，你喝我这杯。是不是有点肚子痛？嗯嗯，你怎么知道？因为你喝了我的泻药。你刚刚也喝了？现在没有了。啊。厕所在那边。谢谢谢谢，请。不准进来啊！先把门锁好。不准进来啊！那50万整人费没问题啊？我们讲好30万的。错，现在要60万才行。什么？60万？你要坑我？只不过是显示我的整人实力。那70万整人费有没有问题？什么？70万？快放我出去，要不然我砍你！我砍死你啊！一个人给千金砸压住，不要说70万，就算7000万，他也肯给啊！7000万？我给，再多我也给啊！快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啊！快放我出去啊！谢谢你的合作，请放心，只要我一拉这个开关，所有机关都会解除。啊！哎呦！现在怎么办呢？还来得及，我去关总开关。总开关在哪里？快点啊！伊拉克。啊！惨了！快放我出去啊！放我出去啊！恭喜！恭喜发财！猪八戒，朱太，如无意外。尊夫15分钟之后就会送去精神病院，你花的80万整人费划得来吧？可怜是名不虚传呐！好家在我早一步来找你，要不然哦，进精神病院的可能是我，不是可能，必定是你。嗯，不愧是整人专家。错，哦，是玉树临风的整人专家。啊、oh.